各位同志们，大家晚安。非常感谢每天下午六点到六点半收看《台股理财通》这个节目单元，我是李春李老师。我们陈老师呢，因为真的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这个录影不算，已经录了四次了哈，所以喉咙已经发炎了哈，所以今天由我来代打一下哈。当然不是代打了，就是说股票部分我来跟各位报告啦。那期指的部分当然是我个人操作，由我来报告。但我们今天的股票非常的不错哈。联发科已经创了波段的新高点，最高来到379块。Oh my god！ 啊，还有智冠第三方支付今天又拉到了涨停板哈，会员都大赚哈。那这些股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，这些股票不管是世界 LT 或是第三方支付，我们讲的就这两个次族群。我说这两个次族群一定是下半年甚至于明年台北股市最会涨的股票，都会在这一个族群。甚至今天我们买了华星光50块切入，今天拉盘尾盘拉到50.6块，现买现小赚6毛钱。当然这个大盘来讲还是有它的风险，所以你们买股票哎嘛，注意一下，为什么我跟你讲呢？来，咱看今大盘哈，大盘今收7900点，未歹，7866无破，今上低点7888。暗哥呢，投资朋友，今外资个卖40亿，所以讲外资呢，即摆你对咱台北股市的立场，真的是被压啦。但是呢，我说台北股市有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在支撑这个台股。但是这个力量能不能支撑的过去，关键我说还是在道琼工业指数。其实道琼工业指数走到这里来讲，以我们的决战中轴理论来推测来讲，是有一点不妙了，是有点不妙。为什么？上个礼拜五道琼跌了30点，但是呢，它的收盘收15081，已经跌破了15104。这个从14551到15658。中轴的位置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月线下弯，季线也下弯哦，投资朋友，季线下弯是道琼蛮重要的致命伤。当然，这里我们台股是先跌，所以这边呢，7866，我说那个中期颈线的位置，三尊头一定要能够守得住，守不住了，未来台北股市至少一波400点到1000点的跌幅一定会出现，一定会出现。所以说，从美国股市来看台北股市，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要特别的小心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这三天来啊，已经有人要对抗外资。也许你会觉得说，外资蛮贵靠，会扛单赢啊。不过这间接近两公，无一定哦。我刚刚多方比较强，当然上个礼拜五光大证券的乌龙，让很多空方真的是欲哭无泪，真的没吹上特。你今天拜过这康诶，投资朋友。有可能无，这支你要找上特，你要找上特，底下没找上特，唔知对唔对？但是呢，为什么会涨这一根？你说真的是大陆股市拼命涨，我们大陆台湾就要涨吗？那是看到一个借力使力啦，你知影无？我看到我要做多对唔对？哇，大陆去咧向起要100点，我当然甲夹落啊，吼，要夹了5分钟起要100，啊，不要再慢慢去落，啊，我来讲落外深无嘛。所以今天来讲，很多人说哇，嘿，拜哥。节目诶，答案知晓了，原来是乌龙一场，所以今天大白股可以大起，没？我讲会员讲没，还没大起，没大落，今天做啥物动作？我做勇敢的，你知影无？8:49，7868的短线多单就进场，有勇敢无？透早哦，8:49，大家想讲哇，规盘的水落，啊，今天敢咪是哦，外资一直抬，今天台湾股票会把礼拜五的涨幅全部吐回去？我说不会。我们今天下来还是要做多单，啊，我能赚钱无？啊，你结果你知影嘛？你当然赚钱啊，对不对？赚几点？赚11点，今天赚11点。那我们在7815/10的破烂多单，我们一半的口数今天都没有卖掉，没有卖掉。那个那一笔的口数呢？我们一半的口数卖在7839，赚了128点。那我们 review 一下啦哈，我不是讲我过去的绩效寡好。对于今麦拜拜哦，到今日我拢总做高抓。台子期带会员做9次，目前为止7810的多单续报，到今天为止还是赚钱一半的口数。那这九次的过程当中，输一盖，赔一盖，7盖呀，哦，胜率是非常高哦，而且胜率高的过程当中，2次都大赚哈、哦。你看，
这是八月九号，一二三四，探二十七点，探四十六点，秒二十七点，探十五点，所以我们的绩效是相当稳定的哦。这四届输一届嘛，对不对？八月十二拜完这多单七八四二，这第五届下单，第五届下单，安尼累了，十八探十八点，我留仓，留仓来，留仓对不对？加留仓嘛，隔天我七八四二我卖掉，探一百十二点。啊，加个流仓，这拜日做尔。啊，拜三呢，就简单，来拜三，我做空单，无输无赢。我无做多啦，我多无起来。来，啊，不过我可心看找到，你看未？我是讲，哇，迄天我无看。这张出现哦，来，出现啦哈。八月十四，拜三，七八四二，波段空多单套炸了，卖掉。然后我们短线空单对不对？进场这波新高，这拜三啊，拜四也来，拜四是无输无赢，这是拜三呀，对不？七八四的破单，七九五零全部卖嘛，完这空单无做的，有无菜哦？我要个杀到七八一零，好，杀到七八一零。然后这是礼拜四，这礼拜四短线空单七八五八，短线空单全部回补，这礼拜四这波输无赢，对不对？这波算第算第六了啦，来，然后这第七嘛，第七是上礼拜有七八零买的嘛，赚128点卖一半嘛，然后这一半呢流仓嘛，然后尾盘又做一个短线多单7901、7915卖，再加上第九笔，这里7868安尼21点，安尼投资朋友算算的哈，差不多赚350点左右啦，一口单，做高盖。探一届啊，套这个嘛，探一届的，套可能探三百几张。做高盖撩一届，一批次打平，七次赚钱，一共赚了350点。当然，我们的扣讯很简单，我也不讲那么多了啦。反正你看别的老师都每天都赚钱，你就姑且相不相信，看你的睿智的选择。我只能这样讲哈，但是我可以保证一点哈，100%保证，我的扣讯哈，阿公给哈，我头壳我倒给你，我赔你一亿，赔回完钱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这样子就卖公公熊这，别的老师他怎么讲，跟你讲他的绩效，每天都赚钱，每天都100点、200点做几张都随便他讲哈。但我们的绩效我们就是这样子啦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也许你说老师，啊你三百几点啦，人家几千几点呢？啊你要跟人比，啊你就去测看卖嘛。你讲伊几千几点，会当我你赚大钱，你就去测看卖，敢真正会当我你赚大钱，啊你看上重要啦。好，这样子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。其实本来就是大家讲棋子的哈。没讲上济，只要绩效就起来，公安兵变强。哇，今日赚钱，明仔赚钱，后天赚钱，累积。嚯，另外再挂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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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钱。嚯，八月开仓以来赚1000多点，啊，1000多哪样赚嘞？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啦，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啦。我无哈，我现在报告，我做台子棋，我上节加码一概念。但是我们就希望会光两做双出单，因为我们一笔单上去，我们就希望赚钱先卖一半，一半再看到怎么操作，再流仓这样子。但是我们都做一口算一口单而已，但我们最多加买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带危险风险，为了自己要上节目去拼绩效，你知道吗？所谓拼绩效的是讲啊，我这买，我唔掉个买，我唔掉个买，啊，一两三四个，你要希望讲安尼去哩，啊，全部拢赚钱吗？我讲可能，可能无可能代志，还不要拢，嘿，一两三四个大落，啊，做空一两三四个大起，拢安尼，啊，你也参嘛迄个老师，我讲你偌济钱就输不了，吼，台子棋绝对唔是变阿做，嘿，夭寿的代志，嘿，我哩从来我唔做。我唔爱太子棋，讲起来我穿太太子棋哈，那种讲起来，没人讲起来尴尬，因为太子棋输赢太紧了，你知无？大家咧想的，你想拜五吼，讲起来，你讲我赚这128点嘛，我讲起来嘛是阿弥陀佛啦。迄之前哦，我可能我做好代志，你知无？阿无讲吃吼，这机吼，讲来赚的掉吼，真正是阿弥陀佛，你知无？因为你讲迄拜五迄大陆股市安尼乌白又黑。嘿，讲实在，你在台好是好代志啦。啊，不过咱讲实，你去怎啊做空啊？你真是唔知要找上套，你敢知？所以讲，讲台子棋，讲搞吼，我嘛是袂歹啦，有一定的程度啦。但是你说，我只能讲说，我可能较好稳吧。我会玩台，拢做好代志，啊，拢就破案啊。拜五场就一支安尼大起，安这五分钟，安尼起个差不多60-70点的场就赚唔到啦。好像回来嘛，真欢喜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至于讲你真正吼，嘿，
拜五是光大证券扫掉的哈。我讲讲实，你无当套啦，你免找上套，你绝对无人套。你甲万谈讲家己为虾米迄阵要做空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万谈讲你老师迄阵才要找你做空安尼。啊，你老师一定讲我无唔对啊。迄美国落200点，啊，外资搁咧卖，啊，搁空，啊，搁台子是空单，搁15,000+6,000点，6,000+口。你叫我即摆做多，你想讲你怎摆唔头壳歹去当去做多？啊，阮头壳歹，阮才愿意趁钱。哦，那是上重要的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我头壳歹，你嘛想我们头壳歹。我7-8年，我全会员做多单，讲实在，我才做多单呢。啊，想想的是，啊，我就刚刚会去尔，我就刚来到家，我讲我是相信金凤公才没死啦。你讲拜五啊落落来，啊金凤死，我讲台湾就大家卖大好啊，对不对？无啊，我说至少这几天我觉得会守一下，但是道琼还是要留一下，好，就这样，各位，大盘台子期大概跟你报告这样子。当然股票的部分啊，我们也是非常的精彩，多精彩呢？来，咱讲莲花科的好啊，哈，莲花科其实，我陈老师你电视顶我拢甲你讲，我大机构全职股，我做莲花科一支，哈，啊，莲花科其实我自今年1月开始做加进，无一间了解，啊，当然我回来人家。如果讲依照我们的操作哈，就是阮叫一间伊买一张，叫一间买一张，其实吼，伊一张联发科300几股炸了弹腾啊，你知无？有恐怖无？有恐怖无？实际上是有够恐怖的。啊，你看哦，联发科今仔日上悬379块，又创了破单的新高，华银全指已经创了2.5年的新高了。所以讲，我讲转播在高价股，除了大力光以外，你能碰的，我们就跟你讲，就是联发科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联发科？因为它跟4G概念是放在一起的。好，所以在全职股的部分，我们从 4GLT 的概念，我们就专门抓联发科带会员操作。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今天终于创破了，创这一波的破单的新高。那你有睡不？320块，我320块买，350块买。我们跟你讲，这波安尼两间赚78块，你会觉得不多，但是联发科。你如果是大额投资朋友，你一次的买个100张、200张的，你联发科就敢爆死啊！红红摊往前，我免讲啦，阿旺回来真是爆死啊！吼，一间买20张、30张，刚联发科一波，阿就赚袂少钱啊！吼，啊，你看，就是我的口讯，阿你讲起来，320，7月19，第三季产业持续向上，回撤过程采分批布局，有没有？第三季产业，我跟你讲无，我讲好无，赞。赞哈，来阿来讲，7月19落来时阵320块，阮陈老师讲等你足久的啊，啊有等你足久的无？等来到家当然爱买嘛，啊7月19到今仔日拄啊8月19，吼、哦、一个月时间，今仔320起价379，哎投资朋友，你有咧做莲花科的？我请问你回想一下7月19时阵你咧做啥物货？你要有咧注意莲花科这个股票的啦吼，你讲我咧莲花科这个大机构，我无咧看，我无咧看无差，啊你也有咧看咧，你咧做啥？你看当国莲花科咧落，你惊死未？你敢敢唔敢买未？啊唔过，阮陈老师讲，我等你足久个啊咧，我等你足久个啊，即足久个时阵有经典呐，真的。回头看哦、喔，真正是搞，真的是搞。股票吼，讲要趁钱吼，即卖愈来愈歹做，因为讲我这个市场20几档啊，即卖盘吼。它的变化的程度真的哈、哦、，tempo 很快。一档股票在跌的过程当中，他能看着说：“哦，我等你足久的呀、啊，哦，这个我讲是经典，你知吗？我刚讲是经典啦，好、哦、啊，真正经典上重要是会员买了到进，真正是一张啊，赚50,000+啦，啊，10张就赚50,000啦啦，刚买一间啦，啊，搁3月25、3月，还有8月6号、哦，7月营收。MON 30%，外挖40%，我这个背哦，来背个切了。莲花科反映7月营收预期，股价拉回是300，有支撑力量，加码。8月6号，好，8月6号啊，啊，这是我真在真抓，这是即马去抓，怎啊？你看322，322，好加无？啊个真抓你加，啊个真抓你加，啊加，个真抓，啊个真抓个你加，这今年的。好，你该讲应该讲做第三届啊，你知无？我另外去做第三届，第一届你加卖，到才卖一半，卖几届？
三百空三倍，三百二十二倍，327倍，347倍，334.5买，然后在369又买，然后在5月20379卖一半，下来再全部买回来，在6月11号全部卖哦，投资朋友，这是重点哦，6月10日全部卖哦，卖到电话可崩跌，飘崩跌，你看到不？我刚开始33倍，315倍。三百十五倍，到7月初一阵，33才卖340倍，落来7月初五，我搁卖334，334卖了，来，我搁返回互你看哦，啊，你就倒会起来吼，334卖，起哩，340倍嘞，三十三卖，卖掉，你家搁卖，7月12日，356，搁全部卖掉，卖掉以后搁对头来做一间，这间就是这第三间。322倍，搁350块倍，到今日379的高点，有输过无？有输过无？投资没有？吼，这波今年，你讲反对华科，我敢讲一句话啦，全台湾第一名，什么外资华人哦，我甲你保证拢输完，无你摕绩效来比嘛？我科技拢老的啦，我公司拢老资料，咱来对，不管你是天王外资，还是天王投信，吼，还是天王分析师，拢来比。有一个赢莲花科绩效赢我莲花科的，今年算算绩效赢我莲花科的，我卖做投顾老师啊，我不爱做啊，安尼会使袂？好，我甲你保证这点嘛，你起来比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讲，其实莲花科你若讲有时间看莲花科，阮陈老师的操作，你也真正要做点哦。你讲做白鸡，我唔敢甲你讲啦吼，讲做迄个高价股的，你要做大力光啊，做 TBK 啦，我无做，你也卖来找阮。啊，不过你真正要做莲花科的投资朋友，你无来找陈老师。无来找我的团队，你真正是讲一句话，我甲听一句，读到真正叛逆。你也对别人做电话客来赚真侪钱，够赚真侪钱。啊，我这买买卖的过程当中，你电视甲你讲足清楚的。我们陈老师其实今天他又拿一个报纸早上的节目跟你比对，你也看报纸都得病，你知无？报纸出利多消息，你去做多敲，你做利空消息，你甲卖掉，你嘛敲。所以电话客这个股票讲实在。伊有伊个一段现实伫个啦，所以当这个正水亏了你家啦吼，啊莲花科来报告你家，啊这个也不是没人干，不过今天有个莲花科第二啦，你莲花科想没有赚到了，想要赚那个莲花科第二的，这个马上被打开的股票，你可以来电咨询一下。但是我们先进广告，下一阶段我必须跟你讲第三方支付，投资朋友 ，Oh my god， 七级涨停板啊，你有赚到无？无赚到，卖吹话哈，我拢跟你讲哈。落到105的时阵，我讲免惊吼，我们先进广告。照顾02-2781-0909-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-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-2781-0909-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-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-2781-0909-2781-090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新庄富都新旁巨擘造镇计划，紧邻大台北水岸公园。周子阳文化区领涨指标，预约2年后的容积，节日生态
水岸宅苏黎世，8295-0033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来期货股票操作哦，投资朋友不是用饼哈，不是用药的，这个你要记住哈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。那我们在操作带会员操作期指跟股票过程当中，我们心中一定有进见，所以我们下单是相当有信心的，好有信心的。所以台语讲一句话，一步棋一步对，你要家己要求这点，做到这点啊，投资朋友，你这尤其操作，因为都牵涉到资产的多余增加或减少。买了这部机，你要想两步、三步以后的代志。你想做电话科，不是在你看报纸，哇、哦啊，利多了去做，啊，利空了你买，啊，你就头壳歹去就安尼做，不是安尼哈。咱咧落机一定，我今日做这个币，我不是为了这部机咧落，我是为了后三步咧落。安尼大真正会赚钱，你要想这个代志，不要看表面的而已，哈、哦，绝对不要看表面的而已。那。当然啦、啊，做股票部分，我常跟各位讲什么？你越不敢买的股票越会涨，但是你越不敢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说什么？因为你不懂这档股票这个产业的未来，所以说，在 Oh my God 跌到105块、106块跌停板那一天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应该是上个礼拜五的事吧？哈，你看 Oh my God 给他110块哈，啊你，我知道你也唔敢买啦，讲实在，你无我带你也唔敢买啦哈。无，阮陈老师带，无阮团队甲你带，你嘛唔敢买。8月15、8月14，哦，一天，我记一天，一天跌停板，盘中最低跌停板收105。我的节目安那甲你讲，我讲这支股票你赚钱的机会来啊！安尼投资朋友过三天，我敢有甲你骗？我李春豪甲你骗无？过三天以后，今日起甲115涨停板。你讲你听李春豪胡说八道，好啦，我甲你试一下，我甲你买一张就好。你看隔天哦，上低就到103，那卖讲你买103啦，卖买105啦，吼，你凊彩买一个108、109，到阵你嘛赚6000块，好啦，好，你总爱骗一届啦，啊有赚钱无？没啦，没甲你骗啦，讲第三方支付哦，讲实在，未来变变叫啦，真正变变叫啦，置冠有变变叫无？投资朋友，我买了就甲你讲啦，有变变叫无？啊！阮置冠63块买了，阮阁有加码呢。投资朋友，8月15，5478置冠会员为持有者65.8目市价买进，与持有者同步加码。啊！你今日看置冠5478来，哦，涨停板创新高无？我讲伊这支吼，他已经确定他主流标股的跌，我有安尼甲你讲无？他60.9能够跳空往上喷。最低点61.5，就告诉你这档股票要走长线大涨的格局。我跟你讲是大涨哦，主流标股哈，还不是讲去一倍两倍，一旦解决的，你知无？你无20档的经验，你看未出来啦。我讲 Oh my God， 我82块开始买，买到108块卖掉，上完去到120，我跟你讲，你都一定爱买，伊这个股票绝对爱袂惊了的。我们从基本面，我们从产业面，我们更，然后最主要是从一个形态，股票的形态，这种股票第一波涨可以涨6根涨停板，你去看过去的基亚，你看怎么涨的，你去看8147、8146，哎8416了啊，思威，大家第一波拢是5G、6G、7G、8G 涨停板，整理完以后又是一波往上喷的行情。这就是主流标股，你从形态，但是往往你不敢买的原因在哪边？很简单，你不了解。你说嘿，老师，人在炒，不管人无在炒，无在炒啦。那上重要，你要赚有到是上重要。你啊赚无到，你啥物嘛是讲甲你炒。你啊赚有到，好炒了有够水，这不是炒啦。尤其你去判别一些东西，总是有它的基准在啦。你说 Oh my God， 我蛮讲啊足济啊，我不爱甲个，我今日不爱甲讲什么产业外好多，唔免啦。我来讲结果，我有对无？我对嘛？82买，起到108块，我卖掉。我讲落来，我会买。啊，我有买无？投资朋友，我有买无？8月15，108块我买。
3687 Oh my God， 定价105加码买进，未持有者同步买进。啊，我有买无？8月15日早盘破低，强势洗筹码，有没有？105无买着，100控告，紧买，紧买，减110啊，我赚钱无？对不对？啊，智冠呢？63块买了以后，来，投资朋友，啊，不是搁给你买？啊，甚至于华星光啊，今日我买华星光啦，我大家讲华星光，光叫两下买对不对？今日我买60嘞，买或者买50块，今日收50块啦。然后莲花哥第二买给你讲一下哈，这支被大起啊，但没有大起时，我一定跟你讲，啊，你买上钱在你，啊，要赚钱就紧卡电话来，被大起啊，啊，一定会大起。好，所以讲真的讲实在话，要赚钱哦，看你要赚无啊，机会啦，哦，机会啦，啊，股票啦。啊，那做拢爱甲你讲，啊，真正要赚钱，你就紧卡电话来。那我们竭诚的会用我们的全力，我们的团队跟我们陈老师尽力期货股票，一起帮你赚大钱。最后祝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。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。交通部关心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